好，我是放火。今天呢，我跟尊要来玩这个新游戏啊，蛋仔探队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，你是尊是不是？哎，尊呢，你也做个自我介绍吧。不用吧，对吧、啊？你干嘛假装害羞？喂，尊 ，Hello， 那我们。Hello。然后真的 ID 是那个蘑菇帮布啊，我平常在新一微秀上班，大家想要认识的话可以加我的搜狗会员。我今天都跟尊一起玩，我们公司跟这个富邦有合作，就大家可以跟我们，我们今天跟尊呢就一起来玩这个蛋仔派的，你们就不要冰我啦，跟观众不要那么嗨，我觉得我们先玩一场，我先玩一场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有实力的。我跟尊都是这游戏的游戏天才，因为你们不要操控我啦！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在这游戏中，你是可以把别的玩家给抓起来的。我们就一起来玩吧，来吧！哎，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角色啊？我今天变成佛瑞啊！你黄黄的，你有没有很喜欢？我刚好抽到那只，但我觉得那只真的是丑到很丑，所以我就不喜欢。不然我们等一下也来抽啊！我们来看看那个谁，我们怎么搭配出更好看的？来吧，我已经很好看了。今天的目标第一名啊！今天目标第一名啊！哎，放我嘞！我在前面，我在左边，我在左边，你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在等着抓你。不是、啊、你跟我是队友啊、欸，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了蘑菇帮布，我就抓你，蘑菇帮布过来啊！不是我们妈的，过来啊！过来，他妈过来，过来啊！过来，蘑菇帮，过来啊！不是你不要抓我，走开啦！走开！走开！过来！走开！走开啦！我不理你，我先走。我们那个我们要来不及。哎呦！我看到你下去了，我看到你下去了。等一下，秘境，我发现秘境。没有，你只是卡在那边了。我今天是30秒了，主任。你走开啦！走开啦！可以，你不要在那边等我，走开啦！啊，游戏好玩，这游戏好玩点就在这里。其实我跟放火已经玩了3-4场了吧，我们连第一关都没过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们一起往前冲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不好、欸，走开啊！你觉得不好，那你要怎样嘛？不然我们再打一场啊！我们再打一场，好，我们再打一场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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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穿越摩天轮这个我熟啊，穿越摩天轮这個我熟。Let's go， 冲啊，冲啊！怎么一直有人啊？等等，为什么？等等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什么意思？你不要等我啦！等一下还有人丢烟雾弹，走开啦！哦，可以，过了，好了啦，下去啦，蹦啦，小学生。Okay、最好是所有人都给我卡在终点前呐。然后在等人是不是？走开啦！还是你吗？不要丢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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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我的。电脑能可以玩吗？我就是用电脑玩的、啊，电脑是可以玩的。你用模拟器下载之后呢，它会帮你预设好模拟器的按键，这样子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去操作、啊。你看，其实我玩起来也蛮顺的。好了，不要弄我了。我们都已经过一关了，应该差不多可以把它丢下去了吧？走开啦！哎、欸，滚！不要抓我！那可以吧？有吗？没有、啊，队伍淘汰。哦呦！我们的亲密度上升了5点。我们太亲密了吧？还是我们可以开观众场？可以啊，那你来看这个哪里？哎、欸，其实我很喜欢能够在那个大厅里面互动的。不要这边不要变河豚，操你妈！我等一下要把你变掉。超气！你看那个结党吟诗，你是什么吟诗？你看那个结党吟诗，这个、啊，我看到，哎、欸，太可爱了吧？为什么可以这么骚？对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可爱？等一下不对、啊，你在对一个蛋仔派对的角色，觉得这很正吗？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性癖是福瑞，人家的性癖就很正常。他一进来就是说，我想要当受控的，我想要当壮壮熊。我没有，我这样讲，我一开始其实是祈愿精灵，我很喜欢这祈愿精灵。我就跟你说，放我最近的性癖是胖胖熊嘛。你看那个沙狼熊王子不就是胖胖熊？不要再讲了，好了，我们开房间。下面一点。小学生进来单挑啊！来吧，各位。我们就来单挑吧，来看谁是这里面的第一名。可以，我们这目标第一名啊，可以的。走开啦！OK， 在哪里？李云在哪里？白痴哦、喔，这个台是搞人的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你过了吗？我没过。OK， 可以的。我前面了。走开！你要不要这么大声？走开！走开！
你过来，我来过。没关系，放我是过不了第二关的。我怎么过不了？我过不了第二关，我把滑鼠吞了，我不可能过不了。请进同学校长，不要顶我！你们不要并排顶我！不是他们在并排顶我，他们超级棒！你脸，我过了。你们怎么可以让放我过？你们这太丢脸了！笑死人！怎么吞滑鼠？我不是过了，我不是过关了，我不是过关了。哎，你啊！不要！你还敢过来啊？敢个过来啊？小学生呀，这边卡住了大多数人，我只要在这边过关了，我就是万中选一。不要抓我了，你老子走开啦！哇，你这关大概过两年都再也到不了终点了。我游戏刚当掉了，我赢了吗？差一点点而已，对，差一点点而已。欸，我们要不要？我想改变一下我的样子。他怎么弄那么好看呢？我其实也想换一下我的样子。欸，我想要抽一下，他是抽哪一个啊？他看起来很像是《花镜奇遇》的那一个。我的《花镜奇遇》是那个冰雪公主啊，外围那一圈啊，你没看到？外围那一圈？哦，有个问号是不是？有啦。没有啊，我的外圈的右下角。我靠！哇，完了，我真的是瞎子！我的赛丽丝啊，那个可爱的不是绿色的？他应该是自己配衣服吧？哦哦。好，来抽啊！我有权力法杖哎，权力法杖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要抽到变成白雪公主，我要变成那个冰雪公主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这个隐藏的是什么？我640就可以兑换，我搞不好可以640哎，我想要这个隐藏的问号，来吧，该给我了吧？我要这个问号啊！我就不信我抽不到。我抽到了，好可爱哦！你在对一颗蛋发情，你好奇怪哦。有观众说右下角有奖励，左下角了。哦，左下角没有啊？嗯，要舔一下才会有吧？哎，拜托，给我问号，给我问号。哦哟，我要变公主啦！我抽到优赛！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他吗？单眼公主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！这是啊！啊！啊！其实这个也很好看，我看一下这奖励预览。这其实也很可爱，这太可爱了吧！不然我们抽这个，来吧，这打90的。那我刚刚还一直密我说，你找不找这游戏的设图？我真的很想要。我没有在密你这东西，你不要乱讲，给你去找。我没有密你这个。我还可以拿对话记录出来，你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。拿，你就拿出来啊！我等一下就发啊！你敢开机走位吗？你都敢在你Steam上面玩18禁的受控游戏了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敢说 Steam 那个受控游戏你没有吗？那是你送我的，然后再说我有玩，我没有玩。现在又变成我送你的了。你看，放我这个人，我没有说谎诚信。我彩虹糖母女。我抽到了。这超可爱的。OK， 你在哪里啊？我到了。OK， 你到我新岛屿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啊？我有动画欸，不要把我编辑啦！我有动画欸。好，我看到你了。我再开一次房间啊，各位，有什么玩家创的地图是很有料的？无法通关的地图 0.3， 要试试看。试试看啊！玩怎么无法通关呢？说不定我会过啊。无法通关的地图是真的无法通关，还是很难？我觉得不可能通关不了，没有通关不了的游戏，只有不会玩的玩家。是傻小，这怎么过啊？这个？这怎么过？这过不了啦！OK， 屁啊！这怎么过？这用道具吗？这只能用道具欸。呀，不要吗？抓我！垫脚石。垫脚石应该也过不了吧？在这里过不了啊！有，要给这个。那给那个绳索吗？跳台，没有跳台。跳台。妈的，那个帽子拿着跳台跳下去的啦！
不会放哦，你放下去我们就过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，不要炸啦！电脑要放哪里？哎呦，不要揍我啦！哦呦，烂地图，妈的，下一张。对，我觉得下一张，我觉得下一张。不然我开一个有密码的，我们两个人看看这个可不可以？哦、你开啊，你开，你开，你开一个，来吧。好了，草地竞技场。哎、欸，这个就真的是单挑、欸，这还蛮好笑的。走开！等一下不要揍我，不要揍我。来、啊，我过来啊！哎、欸，方位一直不断的缩小、欸，缩、哦哦、小哦，难怪这还不错、啊。哦，这真的是在玩这个的。走开！等等，走开！哎哎哎，有有有！你要怎么自己下去啦？再次啊！再次啊！再次啊！我会赢的，我会赢的。过来啊！过来啊！他怎么没下去？下去啊！注意啊！爽啊！爽啊！注意啊！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就这样啊！今天我们蛋仔派对就玩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讲的真的好可爱，拜。你想干他吗？啾啾啾。